我家正是孤掌难鸣，怎可以光复山河啊？主上，你不用那么灰心的，慢慢等下机会呢。你看这个什么来？这个不是金牌的，哪里得到来的？是，我今天跟他卖坏鱼了嘛，卖到牌坊的时候，刚刚遇到他兄王施惠那么幽暗，哎，真是野蛮到没人有，见到我们的坏鱼，恨不能拎来充公，我都不知道出了多少机器，才探到他这个金牌的。以后我们可以时时混入皇宫的了。主上，这个就是我们报仇复活的机会了。若得混入金莲内，丹元独臂杀全家。八官文武亦同情，我杀此野种，把山河还。力挽山河凭正义，不容射输任中横。我哋快啲搜集多啲怪鱼，混入皇宫啦！风中起上万兽豪强，众卿家平身。万寿无疆，平身谢龙一。启奏主上，五门外有男女渔民手持御赐金牌，你今日同住喺双水族平身，求见主上啊！哦，快啲召见，快啲召见，宣旨啊！启奏主上，因何事故要召见啲渔民呢？一等你就知噶。将军。你有所不知，帝王爷素来喜欢海上的怡宝持身的。三件主上，蚁民带到水上奇珍，恭祝主上圣寿无疆。好，等父王报下金家人西来欣赏。Oh.
主上嚟。你既知道教女无方，你都应该有罪念罪。你开国功臣，万来快步街，将我两个推出门监牢。睇住。太医暗中已经讲过，我知啦。呢个小黄孙都系你嘅亲生骨肉，你千祈唔好将佢斩错啊！太后，你勿听太医胡言乱说。主上，啊、你快杀此孽种万山河啦！娘娘，太医所言事由嚣气，可将西宫娘娘问过啊？三姑话呢个孽种同你私生子。是非真相，你快啲说白我。主上，我到呢个时候唔怕对你哋讲明啦。我同阿三姑本系私人之胎，不过经已夭折，后来则太医换去小妈胎，至今各人换过啫。娘娘啊，当日西宫娘娘想谋朝包位，叫我煎啲催生药佢食，点知佢又未足月嘅添，龙胎一出世又死咗啦。嗰阵佢仲叫我移花接木，罪臣不应该坐监犯科啊！今日你洪幸村长施换龙胎，佢最应该斩首护门。你身为太医嘅以寸同谋害，罪又应得到十年监禁，以情拜托。真言言要无知，我今日然后才明白呢一件事嘅啫，请将神儿定罪，以足前嫌啦，母后。你得罪你真王二爷，而家事情明白，都系你嘅骨肉啫，就咁算啦。哼，念在太后母后广情，饶恕你嘅死罪。起来，谢父王。宋兄啊，我王传下口谕。各人复回原职，只有忠安义胆将孤王辅助，只有忠心为我，方将同服三河。共祝万安国泰，锦绣山河。